测试，好，开始让它启动，往上，往上，再往上，还没有，它动力不够。好了，船已经开动了，好，可以再加，加过头了，没关系，啊，让它转弯，可以调让它转弯。好，这边呢是用到Scratch 的程式，直接用电脑可以去控制这个遥控船。好，转向了哈。好，给它转正，走直线的。好，哦，转弯跟直线的一个行驶都没什么问题。好，快撞上了，给它再转弯，绕圈圈。好，我们这一次的下水呢，是在头份的蟠桃公园。好，下水呢是成功的。